头等红灯，看到前方突然有名男子把特斯拉驾驶拉下车。天哪！两人在大马路上眼圈无寒，后方乘客简直吓坏了。另外一名驾驶马上打电话报警，过程中自己的车子也被波及。天哪天哪！他在弄我们的车的那个高铁陆二路跟文心路的交叉口，然后有两个人一直在打架，然后他们在弄我们的车，叫警察。从别人的车头打到车尾，才喊说要叫警察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有需要这样激动？19号下午5点多，新竹竹北高铁二路与文心路二段路口处发生一起行车纠纷。我要左转，那看我看他先来，那我先让他过，让他过，我再切过来，啊，切过来他就拦我下来。前方的吉普车驾驶在家政九街右转上文心路二段时，就已经遇到特斯拉驾驶。当时他虽然是直行，但看到对方切出来就有先礼让。到了前面，对方要切进内侧车道左转，结果他不慎撞上，造成对方认为是他故意逼车，爆发肢体冲突。他要切到快车道，那你要先看左边有没有车吧。两人的纠纷甚至还波及到后方其他无辜民众。在严谨沟通下，双方冷静情绪，全案尚在厘清侦办中。一方指控被逼车，一方认为根本没撞到，双方各持己见，只好交给警方处理。但在马路上直接上演暴力冲突，真的很危险。TVBS 新闻陈世敏、兰婷新竹采访报道。